我都不嬲都唔認嘅，因為我都未認DNA。識咗佢四年前識過佢。三歲女送上門，揾一夜情爸爸。曾經喺有一年就翻過鄉下一次嘅啫。係。翻過一次，跟住落去就跟住打電話嚟話有個 BB 出世，有咗唔關我事，你落咗唔關我事。係。咁佢又唔肯落，跟住夾硬生咗出嚟。哦。跟住打電話嚟騷擾。哦。就話個女係你嘅。哦。咁我話我點證明個女係我咧？我。在慈雲山翠鳳街開鋪的他有兒有女，不過六年前就離了婚了。過來找我就四點幾就擺低在路上走人。仔仔女女都長大成人，怎知四年前回鄉下過年的時候搞的一夜情，就令到62歲的他又被指做了爸爸。剛剛打電話給個差人看。他說跟個姓余的女人不合眼緣，沒交往的，不过就成日俾佢问攞钱喎。即系咪刘老师做嘢喺深圳嘅？就应该近住黄瓜口岸嗰边。上年个30歲女人更加攞刀大闹铺头，逼婚咁话。攞住剪头发就谂住攞去化验，系咯化验啊，即系要报案啦，冇计啦。系。因为小朋友唔会跟我，因为未见过面啊嘛。差人将案件列作虐儿案处理，揾紧个3歲女翻咗深圳嘅阿妈。冇证件乜都冇。系。咁你点处理？